范爷在娱乐圈算是比较霸气，他的男友李晨也来头不小。据说李晨是出身于军人世家，家境优渥，而他的座驾自然也不是普通车型。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李晨的座驾弗莱纳 P4XL， 一款典型的肌肉型越野车。在外观上，这款弗莱纳 P4XL 肌肉感十足，车身长度就达到了6.7米，高度更是有4米之多。体型十分硕大，想要登上车身还必须要踏上2层台阶。全黑色的车身再加上前脸以及车顶处的防撞栏设计，看起来气势十足。进入车内可以看到许多中控台处的操作按键，同时还有木纹饰板作为装饰。座椅也是采用了真皮材质，可见用料还是比较考究的。后面车厢的内部像是布置了小旅馆，整排真皮座椅并且音响等娱乐设施一应俱全，兼具舒适与奢华。在动力方面，这款弗莱纳 P4XL 搭载的是一款 8.3T 的柴油发动机，马力最大能够达到330匹，动力十分强劲，并且越野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。这款车型支持定制版，选装件也是应有尽有，因此消费者的选择较多，并且价格也是不尽相同。但总的来说，这款弗莱纳 P4XL 的起售价也要300万，算得上是越野车中的豪华品牌。怎么样，这车配上范爷和大黑牛，气势够足了吧？